恭喜 Janet， 希望你在无限极这个平台上面越做越火，火遍中国。他用我们无限极产品呢，大约有2年多的时间，在这个过程中呢，别人都说他帅气了，精神了，他也非常开心。希望他继续多多分享给需要的人，然后呢，在无限极里面取得更好的成绩。将来你就是无限极个澳门就是第一个第一人总监，我在这里都很欣赏卡拉，都很多谢他，他非常好，他是一个很有责任的领导咯。所以说呢，我在这里恭候你，他是无限极个事业蒸蒸有上，步步高升。我见他越吃越靓，越吃越开心，越吃越健康。咁佢又为咗我健康有鼓励我食，咁我食咗我咧好好。咁我咧既然系有好嘅东西，点解唔推介俾人？哦，咁我身边嘅朋友亦都睇到我，比以前更加健康喎。咁我都系分享出去咁样。我哋会更加努力。更上一層樓，好開心認識到無限極啦。咁我自己呢份工作啦，又自由啦，又照顧到屋企啦，又成日可以陪到屋企人食飯啦，要幫到自己健康啦，又可以幫到身邊啲人健康啦，好開心，好充實呢份工作。因為你呢份工咧，真係有啲產品咧係幫到人哋嘅，使人哋嘅身體健康，呢、這個值得欣賞嘅，係有錢都買唔到嘅，所以我哋一定要支持你做好呢份工。恭祝我们会在这个疫症期间都能够顺利地完成他的热门主人考核，预祝他能够早日晋升下一个阶级。他入无限极之前呢，他是一个很自卑和很自信，这两年时间入面他通过自己这样去增值、学习啦、付出啦、承担啦，他的朋友圈子呢是开始阔了的，比以前呢是更加见多识广的，所以我可作为家人是最开心的。我很相信他在将来的路上他一定会做得很好，一定会做实现他的梦想。妹妹，我相信你是得的。可以恭喜 Michelle 成为高级业务主任，咁好欣赏 Michelle 咧，佢系一个好真心同埋用行动咧去带领咧团队嘅人。咁佢嘅性格系唔计较啦，勇于付出。團隊的伙伴咧關係相當之密切，他又懂得咧去睇到伙伴佢哋嘅長處啦，同埋咧去不斷嘅學習，敢於挑戰，同埋咧敢於創新。咁佢係一個咧係非常之出色嘅領袖。亦都希望你喺無限極裏邊咧蒸蒸日上啦，你俾啲心機咯喎，因為咧我相信你係可以嘅，加油！希望佢短期內咧就可以再升做總監，好冇？恭喜你，加油啊！